大家好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PVC 发泡板生产线。PVC 发泡板应用于建筑装潢业、广告业，并在多种市场被广泛应用。PVC 发泡板防火、防潮、坚韧耐磨，装饰效果好，安装方便，维护简单，是一种优质环保的装饰材料。好看又环保的 PVC 发泡板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吧。原材料经管道输送到挤出机的料斗里，在挤出机中物料被加热、碾碎进行塑化，然后进入模具挤出机材的料袋。经过定型板后，板材基本成型，表面平整度形成，经过冷却脱架入八粉牵引，经切割机切割成所需规格后，由脱轨运送至机械手正下方，机械手会自动吸附产品后自动整齐堆放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在幸福的画面